兜，好，没有人往里进啊。呀呀，咋回事啊？哎，再见，想杀我你可以试试。你们这过分了啊，你们这属实是有点过分了。我的妈呀，这都哪来的人呢？过分成这个样子吗？哎，你们这帮逼，我今天不把你拦给你打了，小伙子，你看看你。哎呦我操，没事，我们吃个小药。哎呀，这太难玩了，这兵都不吃，你去吃兵啊，刚才你直接吃兵，俺们血赚呢，兄弟啊。草里有眼，我知道里边有眼。其实我也感觉到那锤石要勾我，你知道吧，我都感觉到了，但我就还是想见一下人嘛，人的本质就是见，你知道，见不露收的，你说那不就是想见人家一下吗？这谁的一血呀？咋的呀？这锤石咋的呀？这不耗你血呀，小伙子。哎 A 你，哎再 A 你，哎再 A 你，走位 A 你 A 你，点炎 W A 你，闪现 A 锤石啊，加血也不给我，操了哥呀，你加血留着过年吗？你为什么不给加血呀？你为啥闪现也不交啊？干啥呢？你这干啥呢？干啥呢？这要圈呢？玩呢？哎，这波俺们俩包赢的一波打对面啊，能给打输了，我都搞不懂是怎么打输的。对面的 AD 就这么点血，你再打不死，我跟你说你就别玩了，真的。你这闪哪去了？留着下崽儿，你闪现呢？早鸡巴闪！哎呀，我操！哎呀，我要气死了！这是什么东西呀？这是啊，这是怪物啊！你是怪物吗？你在干嘛呀，大哥呀？咱能不能正常点啊？你说，哎呀天，发生什么事了呀？这咋的？你别补刀了，真的，你也不配补。我说实话，你不跟我说话，你也别配补刀，行不行？哎。你爱说不说，不说就拉倒。我看出来了，你确实也不配补刀，我们也别给他刀，好吧？我们自己来 ADC 啊！你干啥呢？挂机了，爱挂不挂，他跟挂机也没啥区别，我们就把他养起来了，我们也是养个废物，我们养他干嘛？这就相当于你要生个小孩，你明知道这个小孩马上他会变成一个恶魔，你养他干嘛？我们不养，你爱玩不玩，你自生自灭，好吧，跟我也没有关系。既然你像个残疾，那我也没办法，兄弟，话也不说，哎，也不说话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咱就别勾留，我也不说话，你也别说话。
杀不了，那有锤石。不，我都没见过这样人，我不知道他想干嘛。我跟他说话，他也不说话。我上去耗人血，人搁后边看着。我马给人辅助打没血了，人家加血不交。我跟 ADC 对点，他妈跑去打辅助去了，就这样式儿的。你说我怎么跟他勾留？无法勾留，兄弟们，我尽力了，好吧，我尽力了。身为领袖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要说谎。辅助装卖了，马上就卖辅助装，我指定不要了。我这两个人头给他，我都冤，我都冤得慌，我都没办法上去跟人耗血。你这跟我打着 ADC 对，给我挡一下。哎，对，这就对了嘛，这你补吧。你像个人，我就像个人；你要不像人，我也不像人。我从来都是一个讲道理的人。酒桶犯病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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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可以走了。哎呦我操，这个勾能勾到我，我没想到啊。我的问题，这波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交闪好了。哎呀我天哪，我寻思我走位能扭掉呢，他怎么能往后勾啊，这人啊。他可能是以为进的那个东西重了，他直接勾的进的那个位置，你知道吧。给他出一个帝国的指令。没关系，闪现留着下点，下边再闪没有关系。我觉得这轮着妈可能是换人了，我跟你们说，这轮着妈绝对是换人了。哎，就直接就跟他硬怼就完事儿，就杀他们家 ADC。精神病似的，跟我换换吧。看你们家合适还是俺们家合适？我操！我那轮着妈都没掉血，这锤石就打我呀，就打我，就干我，干吧，我让你干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干。谢谢 Kimi 啦啦啦的飞机，啊，就干我，让你干，干哈呢？没打，他们家没技能，这波这轮着妈绝对得换人了，100%换人了。
就杀这 ADC 来。换对，你就杀我对。给我打死他来。哎，酒桶刚才没看见酒桶过来呀，这酒桶怎么跑过来了呢？800块钱怎么卖？能给他卖出来？这个是760不够，换个皮鞋，清灵之靴。这酒桶没来，又一波双杀。100%换人了，100%换人了。先别着急出来啊，等他这个影过来的我们再上，这样他就跑不了，知道吧？哎，酒桶死没？我操你妹了，兄弟别给我雨露均沾，给我杀来。对，我们一换二，每回你们都换啊，我看你们合适还是我们合适啊。对，你就换，看看到底是你们划算还是我们划，就每回都干，我干吧，我就给你干。咱们上线就开干，谁也别怂。我决定了，这把我们就无限死，这轮着妈就让他收人头，死一回轮着妈起来一波，死一回轮着妈起来一波。不是咱2-7的咆哮，你说你对拼你不打那 AD， 你跑来打辅助的，是不精神病？那肯定划算呢。我可三速还啊，小伙子！哎呦，我的天！玩个游戏也真难呐，真难呐！哪都有这酒桶啊，这酒桶实在是太讨人厌了。射一箭。没中，没中算了。哎，真的，每回都有这酒桶，很烦人，这个酒桶。你还骚气，还骚气，突突突，死死了！为什么骚？我值钱了，还死死吧，无所谓，死死吧。我射一箭啊！你打死他呀！你可以 A 他呀！你直接把他 A 死！你两件套轮着妈不敢 A 人。他刚才被晕了，你怕啥呀？他还把 E 给放了你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有大被晕了用不出来，兄弟，有大多啥呀？
又换人了。那打他一个大出来也行啊，对不对？你打他一个大出来，他就没有办法再杀你了。这哪来的酒桶？我操！救命啊！他们把我 A 死了！快来快来！哎呦，可太难玩了，我天哪！哪来个酒桶啊？别去了，别去了，快走！好难玩哦，甩个大吧，兄弟，我又救你一命，真的，我这大招没有，我这大招他直接被酒桶捅着炸死了。酒桶老神出鬼没的，挺让人难受啊。这怎么装成这个样子啊？这是这咋回事啊？这样啊，这是两个人干啥呢？帝国指令问题不大，往哪走啊？你瞄我来，我给你瞄。哎呦，好痛！傻子，都让人打死了，还在那射我？对，射我，向我开炮 ！Come on！站着射，让人打死你，像精神病似的。杀吧，杀我！还有差200块钱。给你减速，兄弟。还行吧，700块。来，在他们死的地方做好标记。来，那是他们冲的最远的一次。我是战母，我很少被人歧视。酒桶是不是要我屁股后边来了？哎，这锤石从哪来的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波确实有点骚气了啊，骚气了，这是不对的，大家不要学我，这是不对的。换个水银，我整个水银四袋，对吧？我们就可以骚气起来了，哎，就可以骚气了。谁的飞机？谢谢胡凯丽闭嘴的飞机，谢谢胡凯丽闭嘴的飞机啊！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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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事，我们临时把那眼儿给他排了。
哎，这野区真是他妈进不了，全是人呢，这。谁保着我点做点眼儿啊？你说，兄弟们。哎 ，nice！ 给我冲，兄弟们，给我杀，杀锤石！哎呀，给关了，你这不了。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！这边呢，可以打大龙，可以打大龙。他们家酒桶死了，来打大龙，打大龙。这打大龙多快啊！来来来来来。打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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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轮子妈怎么掉了？轮子妈啊，轮子妈，开开开开开开开，不能开，算了，不能开。轮子妈怎么掉线了呢？哎呦，现在看不见自己放了几个侦察守卫，挺难受的。850，我们把这波兵收了吧，正好水银四袋了。有了水银四袋，我们做眼儿就不害怕了，知道吧？走，少人呢，这射一箭吧。这咋又掉了呢？还有那螳螂怎么老看不见人呢？一整就上哪去了？偷人去了？哎呦我操！哎呀，真难呐，是真难呐，想活个命是真不容易啊。无法活命啊，这。那酒桶就盯着我，盯着我撞啤酒人，那大啤酒人，盯着我杀，飞个鸟。哎，为什么我移动速度会快一点啊？打团呢？我这其实挺难受，你知道吧？这没有人陪我做眼儿，对面又是酒桶跟着锤石，我还得老去做去，就比较的烦。你看这眼儿坐不进去，看着吗？先把轮着妈把这铁男杀了。哎，来了。我给你打一手，往我这儿走。哎呀。爬糖，没事，那艾克能杀，追他，死了。你们就看对面的针眼的
就是针眼的分布，你们就能明白这把啊，我们家队友其实都不太行，他们那视野控制的太差了。人家这个位置一个针眼，这个位置一个针眼，刚才这个位置又一个针眼，三个针眼对面，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是带针眼的，我没有格了，我们没法带呀、啊。你然后那队友没有人带。就没有一个人插针眼，这就往出去做眼就比较费劲，你知道吧，做不出去的视野就容易被阴。每个人尽量他都带一个针眼，这就能好一点。我不带说别人，我没格了呀，那咋整啊，我为啥没格了，我又装备呀。稍微解的慢了那么一点点，让锤石飞过来了。哎，可以先杀他们家性命师，脱节了，脱节了，全杀全杀。有个艾克，有个螳螂估计够呛了。啊，螳螂不死就行，螳螂不死应该就没啥问题。算了吧，我还是往后站点吧。完了往前站，那锤石跟那个九筒老杀我，一杀我们这个辅助的能力就没了，知道吧，一杀我们辅助的能力就没了。我们要是不死，我可以给队友创造很多很多的东西。我真不是说脸探草丛，你们自己看着视野，你们自己瞅着视野，没有一个人带扫描，没有一个人带针眼，全程我一个人带扫描，你说我上哪能扫出去的。人家开图对面每次回家每个人必定一个针眼，我们家没有一个针眼，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扫描也没有。你看我刚才放那几个眼没，瞬间全没。我不放眼他们就被阴，放眼我就有可能会死。咱没办法你知道吧，我一共放那几个眼瞬间全没。视野太差了，这你说这地方这不放眼的夸一个人冲出来，你说怎么整。你他妈的你干啥呢，你晃晃悠悠的啊，我们这只要不死这团战基本上对面打不了。我一手帝国指令加上一手香炉，哎，又加移速，又加血量，又加攻击力，行不行？还减速对面，哎，打字跟他们说，打字也没用，因为他们根本他就不带，打字也没有用。这还玩个寒冰呢，还能视野开得快点，这要玩个别的呀，这更没视野。你瞅俺们家这全是针眼，看着没，走到哪都是有针眼的。点个赞，
拜拜。哎，为什么刚才勾那一瞬间摁水银没有用啊？减速。吸血鬼吸点血去吧。直接射一手啊，最好是别射锤石，射了来。杀我们肯定是没用，来飞个鸟给队友开波视野 ，W 一手减速，开 Q。嘟嘟嘟，往里边 W， 闪现 W， 点燃，死，团灭 ，OK， 对面大龙体验卡能不能一波？一万多。拿下，中，团战我还是很猛的，这团战还是比较猛的，就是这把视野太难布出去了，你知道吧。